你看我怎么啦？怎么又在唉声叹气了？我跟你说，刚刚老板过来跟我说，这个项目让我只上出八套，我跟他说了不中，最多只能出五套。哦，你讲这个话我有点听不懂啊。他本来刚开始跟我说是这个设施是八套，我给他手指头掰了掰了掰了，掰成五套了。你加油。冇事的啦，咁好嘅公寓，呢个项目系八年一遇嘅，你系得嘅。哎喂，陈总。哎，意思不就是五套吗？我再给你弄个八套吧，老婶儿。